王伟要讲一个笑话。有一天，皮卡丘要跟杰尼龟借钱，然后皮卡丘就说皮卡皮卡，然后杰尼龟就说不要。皮卡丘以为他会说杰尼杰尼就借你，他就说不要。然后那个就是后面可以，打卡就可以免费的送一罐啤酒，然后大家可以去打卡拿啤酒喝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喽。
谢谢。